总经理，好，接下来请小翔哈带着我们的总经理，好来到我们的内野草皮这边呢，好来到我们现场。哇，总经理有粉丝哦，刚刚我介绍的时候有人在尖叫，啊，我们上面有这个粉丝，哇，真的，总经理您戴眼镜看起来也特别的时尚，那这边呢是不是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几句话？好，大家好，我是日本Jeans眼镜台湾总经理邱明奇。今天这次很高兴可以跟中信合作企业日的活动来到这里开球，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近视眼镜。是，那我想问一下总经理，您觉得我这样子戴起来看起来还可以吗？看起来蛮帅的。是，看起来蛮帅的。在炒股票啊？炒没有，就是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斯文的人，所以戴金边眼镜应该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齁。好的，那当然也期待呢大家呢多多的支持到我们 Jeans 的品牌齁。好的，那我们这边呢就要来进行了开球，对不对？好，那麦克风呢就交给了全胜。好的，那我们在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邱明奇经理呢来到我们的投手的位置呢来进行就位。那我们在接下来呢当然就来欢迎到我们在今天呢要来担任开球捕手的，就是有参与我们影片拍摄的一号重炮陈子豪。好，我们子豪今天也是戴上我们的捕手手套再加上我们的眼镜呢，可以说是呢魅力100分，好，帅气度100分。好，来请问一下我们的总经理准备好了吗？OK， 好了，那我们在接下来呢倒数321之后就要将球投出哦，准备321，请投出。好，再次感谢我们的邱明奇总经理呢为我们开出漂亮的一球。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两位呢来到我们的正中间来进行合照。好，接下来再请小翔呢好也一同呢来加入到我们合照的行列。好，也邀请大家可以呢持续的来支持好我们的这一个呢日本第一的眼镜品牌 Jeans。 好，我们媒体朋友都捕捉 OK 了吗？好， OK，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邱明奇总经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一号总。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可，请大家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以及锁定 Podcast 兄弟你来说。